喜欢你正在热播，赵露思、李宇春新剧开播赢得很多观众注意，开播没多久就好评不断。赵露思饰演顾胜男一个女厨师，李宇春饰演陆晋一个吃货总裁，两个人相称相克，带给大家欢乐多多，在美食与爱的双重磨砺下最终相爱，收获美满幸福的故事。少女和大叔恋爱的故事当真永远迷人，每次看剧情都会觉得故事设计俗套，可是真的看一眼剧情又发现少女与大叔的故事总是带感，让人沉迷其中。在最新的剧情中，陆晋和顾胜男已经是邻居的关系了，而这样邻居的关系两人更容易产生一些小甜蜜。陆晋更是对顾胜男展开了穷追猛打，一大早就为顾胜男送上暖心早餐。面对陆晋的突然出现，顾胜男一开始有一点手足无措，没有想到两个人的关系进展如此迅速。陆晋假装给顾胜男送老婆饼，因此为机会喊顾胜男为老婆，也算是先下手为强了。顾胜男一开始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还挺惊讶的，后来心里还有点小窃喜。不过当陆晋告诉他他跟每个邻居都送老婆饼，顾胜男瞬间就没有那么高兴了，原来都是自己的自作多情，还以为陆晋真的喜欢上自己了呢。不过这部剧才刚开始开播，男女主肯定要虐一波的，然后才会在一起。而陆晋也是早就看出来了顾胜男喜欢自己，所以每次当顾胜男做出一些无理举动的时候，他并不生气，反而有着一丝享受。而陆晋也会为两人的关系选择主动去撩顾胜男。在两人确定关系之后，陆晋跟顾胜男去了爷爷的大排档，看着顾胜男忙前忙后，陆晋就想着干点什么，走到顾胜男面前很霸气地说道，你是我女朋友，我亲自帮你，你不会拒绝我吧。画面一转，当陆晋看要收拾的桌子时，整个人都凌乱了，随后又被拉进后厨挑虾线，刚拿来一个就委屈地说道，我不会，于是被顾胜男叫到一起削土豆。看待两人在一起的甜蜜画面，观众都很羡慕。而随着陆晋的妈妈要来苏海，相信很快知道两人的关系。从预告中来看，陆晋的妈妈反对两人在一起，而且还提出只要赵露思离开陆晋可以随意开价。目前看来，两人中间障碍除了黎曼还有陆晋的妈妈。好了，本期就说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转